大家好，想分享关于发音的 C C H J J H 怎么念？那个 N 上面有一个云的那个符号的念法，会在另外一个 video 再解释。在这里我们就一起先学 C C H J J H 在发音里 Sanskrit pronunciation 是怎么样的发音。这个 C C H J J H N 上面有个云这样的符号，它在梵语里是属于 Tvrg 的系列或者组合。在梵音里有33个指音 consonants。之前的 video 我们一起学了 K K H G G H N 上面有一点 Kvrg 的组合的发音。现在在这儿我们要一起学的是 Tvrg。就是 C C H J J H N 上面有个云这样的符号，它是怎么发音的？在梵语里，这个梵音的 Tvrg 系列 C C H J J H 的这个发音，它在口腔里发音的位置是需要用到 hard and soft palate， 就是例如在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标记为二的那个。位置还有三的那个位置，二的那个位置是 soft palate， 是软腭，标记三的符号是 hard palate， 是硬的硬腭。总之二号的位置在口腔里，如果我们用舌头翘上去顶上去上腭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软软的。假如我们把舌头往牙齿那个方向，在上面那个上颚那边碰的话，会觉得硬一点的，那个就是 hard palate。 在三号那个地方是硬的，二号那地方是软的。粉红色那个在图里面，它是我们的舌头。这个 Tvrg 的子音的发音，它是属于轻，比较轻一点的声音，它不是一种重的声音，它是属于轻的声音。在梵语里有用到 C 和 J 的字的例子，就是 chakra 和 jagat。 chakra 它就是瑜伽 yoga 一般有说到的七个主要脉轮。 chakra 在英文的写法，通常它会是它的 spelling 是 chakra chakra，可是在梵语里它的 romanized Sanskrit 它的写法其实是 CAKRA， 是没有 H 的。那么为什么写英文之后 会要写 CHAKRA 呢？其实呢是要读的那些人知道它的发音是像 chin 下巴 chin 这样的发音。这就大约的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英文的写法的那个 spelling 跟那个梵音里的 Romanized Sanskrit 的那个 spelling 会有一点点不同。当我们是用梵语的方式来看或者来念那个字的时候，我们要写的是 chakra， 不可以写 chakra， 因为如果是我们看到 ch 的话，在梵语里它的发音我们需要用 aspirated sound， 需要用喷音 ch ch写的时候。另外一个 Tvrg 的子音的发音就是这个 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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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的念法是 J， 英文有点类似 Jump 跳 Jump。在梵语里有用到 J 的字，就是这个 jagat， jagat 就是 universal 宇宙的意思。有一些西班牙人他们会把 J 会有时候念成 Y，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西班牙背景的人，他们看到这个 JAGAT 他们会念 yogurt， 它不是 Y yogurt。 在梵语里这个 J 的念法是 jagat J jagat。在 Tvrg 的系列，我们有 C C H J J H 和 N 上面有个云的这个符号。刚才我们已经学了 C 和 J，
那么如果 C 加 H，CH 跟 JH 的泛音念法是怎么念的呢？CH 跟 GH 是 aspirated sound，它是喷气音，所以就像之前我们在 Kroger 的那个系列 video 那边一起学习了，要念有 H 的这个声音，就是有，例如有 CH 或者 JH 或者 KH 或者 DH，总之有子音加 H 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喷气音的念法。那怎么念呢？就例如我们咳嗽，要把气喷出来是好像用肚子这样咳出来，这，我们可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那边，然后想象好像咳嗽这样的，这，一个声音把 C 和 H 说出来。在梵语里有用到 CH 和 JH 的声音的字，有这个 chatra，chatra 就是雨伞 umbrella 的意思。有用到 JH 这个声音，在梵语里的例子是 jhara，jhara 是 waterfall，是瀑布的意思。现在我们一起复习这个子音发音，C 是 ch，CH 的泛音是 ch，ch 好像咳嗽，把肺里的空气咳出来，ch 一个声音，ch 不是 ch，h 是 ch 一起发出来。J 的泛语发音是 j，j，例如英文的 jump，j，JH 的泛音发音是 j。这要把那个喷气音也念出来，JH。这，在我们一起看一下 CCH 的念法的例子，在泛音里或泛语里有用到 C 和 CH 的例子是 chaya，chaya，CH 是 chaya，chitra，chitra。Chidra, chidra, archa, archa, murcha, murcha。有时候我们会看到，例如这个 C 再加 CH，就是有一个子音了，可是它又再加这个 CH，那么怎么念这个 CCH 的声音呢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会停顿一下子，例如这个 g。Gacha，这个梵语字，它的意思是 to go，去。Gacha，你会听到我念的时候会停顿了一下。Gacha，Gacha。另外一个例子是 Ucha，Ucha。这个 UCCA，因为它没有 H，它不是 UCCHA。它只是 UCCA，所以在念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用到 aspirated sound，不要用到喷气的方式喷出来，是很干净的。Ucha，Ucha 不是 Ucha，Ucha 和有喷气音的就变成 CCHA，这个是 UCCA，所以是 Ucha。除了 CCH 刚才的例子，如果有别的子音，它是双叠的，例如 KK。KKH 或者 CCCCH，在念的时候会通常稍微停顿一下。只是如果是 KK 的时候，念的时候是没有喷气音的，在念 KKH 的时候就有喷气音。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 CC 跟 CCH 这个有重叠的这个子音，在泛音里是怎么念的？Ucha，Ucha，CCH。Gacha, gacha, gucha, gucha, picha, picha。J 和 JH 在梵语里是怎么念的？有用到 J 和 JH 的梵语字是 jhana, jhana, jhasa, jhasa, jiva。Jiva, jhili, jhili,
在梵语里有用到 JJ 和 JJH 的字是 Sajjana Sajjana Ujjvala Ujjvala Ujjhita Ujjhita。 所以如果有两个子音重叠的时候，我们会稍微有一点停顿，这样的把它念出来。在楞严咒，梵音楞严咒第一会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它是有用到 J 还有 C 这个声音。我已经把那个字框起来了。这个金刚手大明咒的梵音念法是 Vajrahastacha Mahavidya。Vajrahastacha Mahavidya。 这个宝珠最胜的这个梵音念法是 Kusumbharatana Cheva。 Kusumbharatana Cheva。 梵音楞严咒第三会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子音重叠的这个例子，例如这个我已经把用黄色的框框起来了，在这我们看到有用到两个 JJ 的发音或者两个 CC 的发音，那怎么发音呢？食睡鬼它的发音念法是 Majjha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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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aharnya。 食尸鬼的梵音念法是 Chaharnya Chaharnya Chaharnya。